新源小优是位于上水金钱村金钱南路，这一笪地是场主私人拥有的，它不是农地，它是一个康乐用途的场地。上一次我们来商源小优，他们还未营业的，今次来就是长租告诉我们设施已经做好了很多了，给一些惊喜我们，一直交来看看有什么惊喜先。来到商源小优，第一件事入到场呢，有个漂亮的小姐会递个 welcome box 给你，哇，非常之窝心。去这么多露营场呢，真的没试过真的有个 welcome box， 里面有什么呢？一卷厕纸，环保袋，女士最喜欢的风筒，不用跟人争，还有一把有双鱼小优 logo 的遮。停车场基本上就黐住个营地嘅，停咗个车咧，爬埋去就系草地噶啦。但系呢度有一个好奇特嘅嘢就系咧，你捞低咗啲重型架叉，挤喺个 golf cart 上面，跟住咧场主就会揸到去你个营位置，系好正嘅，连拎都唔使拎。Hello。我想全香港咁多露营场地，有边个露营场地会有电车充电嘅呢？有冇黐线啊？咁都会有嘅。商源小优营业咗冇几耐啦，有好多朋友睇过我之前嗰段片，跟住就嚟帮衬啦。咁啊，我隔篱两位朋友大柱、嘉怡，咁啊过咗两日一夜啦，听下佢哋嘅心得先。哦，真实嘅心得，非常真实。一嚟到之后嘅时候咧，睇到佢即系第一啦，佢个草地我好中意，佢啲草咧唔会话岩岩沉沉啊咁样。第二样嘢冇乜小昆虫，咁全部整体都好干净。跟住招呼。一入嚟有人帶位啊！嗰陣時咧，佢啲招呼咧係好 nice 嘅，好 warm 嘅。跟住話曬俾我哋聽個營地喺邊度 set 嘅時候咧，轉頭我估唔到咁體貼，攞個木箱入邊裝住環保袋啦、廁紙啦、風筒啦、垃圾袋啦，咁一箱俾我哋，呢個咪好 nice 咯。好似睇過垃圾桶嘅，係啊，即係我都係窩心嘅。仲有自己獨立嘅雪櫃啦，同埋我營地比我想象中大嘅。點解我同啲朋友嚟 book 嗰陣時候，即係唔 exactly 知道有位幾大啦？咁就嚟到之後發現原來即係帶一啲大啲嘅型咧，其實都好鬆動嘅，係啦。咁之後咧，佢係有個 briefing 啦，咁就同我哋講啲細則啦。咁其實我都係好窩心嘅，係啦。廁所乾淨嘛？非常乾淨，好乾淨。同埋佢廁所咧，呢個係一個比較特別，佢可以幾格廁所入邊咧係會。第一個有兩個自動式嘅，都第二個單一嘅，第三個坐嘅，第四個踎嘅，完全唔同款式。琴日令到我去廁所嘅時候都去得好開心，廁所都好享受。啊！即係性辦公室咁細。啊！係啊！唔係佢好似喺個龜底度啊！啊！龜尾。啲眼嗰個位唔係咩？啊！嗰度咪係咯。啊！吓，都得唔到摆边门，系咪啊？呢度咧，因为系地上嘅，唔系，追嚟嘅尖。哦，有啊，有。呢个洗碗地方好正，一定要赞嘅。有五个桶，第一个桶咧就系固体厨余，咁啊掉落呢度啦。跟住液体，譬如打边炉啊，做一啲液体咧，有个筲箕咧隔咗啲渣。倒咗啲水啦，跟住嚟到呢个桶咧，就系攞一攞第一浸嘅洗洁精，第二浸嘅洗洁精，跟住清水，然后先至过嚟呢度咧洗我哋嘅器皿、厨具。咁基本上咧
是很难会话塞咗佢嘅，因为我哋喺屋企咧要塞咗个洗手盆咧都好头痛啦。你谂下，如果喺郊外呢啲咁嘅喉管设施咧，如果塞咗系几麻烦咧，所以咧佢咁样嘅安排咧系非常之好嘅。虽然水丘咁大个场地，咁多设施，挤咁多嘢喺度，一定好抌本啦。背后老细佢嘅集团系 Awilis， 佢哋喺泰国布吉系做 resort 嘅。所以咧，佢哋有做 resort 嘅經驗，嚟到香港做露營場地，每一件嘢都諗到好細心，最緊要令到每一個喺呢度玩嘅朋友都好開心。